现在已经走到这边那个这个大哥这边这个豆狗场这边了，马上要到了，咱等会儿过去看一下。他这边现在就是全部是山路，现在走这一段路全是就是上坡路，在一个山根的，大家看前面那就是山，就在那个山底下走了一个多小时路程。看这边那个山路特别高，这边又是下坡了，现在已经来到这边斗狗场那边了啊，这边停的还不少，这是一条中样，这条中样很凶啊，我不能靠近它，靠近它可能会攻击我，现在发出那个攻击声音了，它往里边看看去啊。这两条比特打完了走了，这是个山根儿啊，这两条都应该是准备比赛的比特犬，还逗着了吗？逗。现在过来了。比特不错了。停了，现在。吃完了。快吃饭了是吧？来到这儿吃饭了。看这条大比特。这就是将军比特。这几条斗了吗？还没斗了是吧？还没有斗了是吧？下午，哇，这条打了。